是泡汤觉得非常的舒服。女生就是裸汤的部分，它是分女汤跟男汤。进去之后就是一样有 locker 嘛，有淋浴间，女生吹头发有卸妆的跟洗脸，然后还有乳液，还有护发喷雾。进去泡汤前就是要先淋浴。进去之后它有分两个室内的大池，一个是大概39度，一个38度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冷水池跟一个烤箱。走出去有一个户外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真的超棒，就很舒服，然后看出去有夜景，就是一些小小的灯，觉得那个地方赞。